刚刚又给这一个羊圈加高了一下，把竹竿给加了两根，看比旁边的高多少。这个就是加高圈，这个都是为它准备的，为这只大公羊准备的，就这只。这只大公羊刚拉过来的时候没太把它当回事儿，结果它是各个羊圈串来串去，难不住它，到处与人打架。雪羊羔圈是到处也是到处转，弄不住它。前天打疫苗的时候，你跳进去一个圈，它给你蹦一个圈。正好今天有空收拾一下它，弹跳力比较好，这羊弹跳力比较好，弹跳力比较好就是爱惹事儿，到处广，到处窜。我看一下这个竹竿，我加这么高，看你还能不能出来。现在是刚入群儿就开始战斗，这一帮也不怯他，也是跟他顶来顶去的。像这样的羊，这个羊之前是在牧羊大牧羊圈里面，也是找了几个圈里面都去，其他圈的那个公羊不让他和他一起斗来斗去，我怕那个牧羊被他顶着了，就把他给拉到这个育肥这个公羔圈里面，拉到这个圈里面还是不老实，今天就将他给固定起来。估计应该是出不来，长本事的话出来的话还得把它逮进去。羊是好羊，这个羊是好羊，羊到哪个圈都是跟人家争羊。今天就让他老实一下，让他几天出不了圈。一百二三十斤，一个人都拽不动他，看你怎么蹦出来。再加都快到顶了，好看是。